Hello，早上好。今天的话，我是加一点自己的想法，就是怕大家会可能觉得单吃这个欧包会不好吃。然后呢，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的话，一个是加了西红柿，一个是加了那个香蕉和燕麦牛奶。我们来吃早饭吧。听的是河图的含义调。我们先来吃原始的，这个就是我前两天吃那家的。哈肯铺，面包体的话，也是属于蓬松型的，然后里面加了蔓越莓跟核桃，香和微甜。超好吃，面包的香味，香蕉的味道，还有牛奶燕麦的味道混在一起，特别的香。其实相比于西红柿的，我更喜欢吃香蕉的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做人不能单一，所以呢，我既然准备了水果的，那我再准备一个蔬菜的吧。有点像三明治这样。怎么回事？竟然比香蕉的好吃。你知道吗？好神奇，三明治没有覆盖到面包的味道，哇！三明治更好吃哎，哦不，西红柿，真的，
有了意外的发现啊，三分之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西红柿那个好好吃啊，哎呀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吃早饭，因为你会有发现。